大家好，我是大勇国小的石宏玉老师。虽然我是自然科系毕业的，但是考上了很多年，去年才有机会开始教自然，所以又重新燃起了带科展的念头。那我在网络上面呢，找了很多的资料，不管是影片还是文字，发现呢，X 博士的影片跟这些资料呢，都非常的实用。后来看到了这个科展指导的系统性的课程，里面竟然有22堂课，而且光看到每一堂课的标题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。真心的建议，如果你报名了这个课程，一定要非常仔细的、认真的多看几遍，最好呢再做个笔记，用文字记录下来。像我就把它印下来，这样子呢，随时遇到了问题。我就可以直接找到资料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课程是博士累积了10年以上、超过50位选手的科展经验。它让我得到了纵向的时间规划，让我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。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得到横向的、更深入的解决的办法，让我获益良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